大家好，我是小秀，今天我要去镇上拿快递了，你们猜猜我买了什么，待会再告诉你们吧，走喽。带你们看看我们沿途路上的风景，你们看，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下次拍视频再告诉你们吧，走了。好了，我已经到了取快递的地方了。我们镇上只有一个快递点，所有的快递都是在这里取的。现在跟我走吧。两个快递已经拿好了，现在我要回家了。你们猜猜是包裹里有什么？那回家再告诉你们吧。我已经到家了，现在来拆开快递，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地绒，我买了10个地绒，迷你小地绒。你看，还可以吧？下午我就要去装地绒了，哈哈，还不错。喜欢小秀的就帮忙转发一下，点赞一下，评论一下哦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